stay down 吧，有什么喜事儿啊？呀，不小心被你看出来了。看你那张脸，都成桃花盛开的地方了。恭喜你答对了，本姑娘正在恋爱中。<笑>真的，这回怎么没有满世界的晒幸福啊？这回老娘抽到了一条大鱼。 他万一要是没摁住的话，跑了丢人。不是鲨鱼吧？早晚得把你当早餐了。嫉妒，赤裸裸的嫉妒。我看嫉妒你呢。你跟高大哥进展还顺利吧？不顺利。怎么了？他跟钱院长搞暧昧？不会吧？高大哥不是那样的人啊。昨天晚上呀，我喝多了，他照顾了我一宿呢。高大哥，那是人好心眼儿好。你说你喝多的时候，他不是也把你送回家照顾吗？两回事儿。我那个时候对他没什么好感，当然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他跟钱院长本来就很暧昧，谁知道会怎么样？你遇事儿得往正能量的想。你跟高大哥不也开过钟点房吗？开钟点房也不等于一定有事儿，对不对？你别忘了，他前妻就是因为误会，把一个好男人活生生的推出了家门。总结教训。 同志，您看，我弟弟他有语言障碍。那天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车给撞了，结果就被这位好心人给救了。我们还没来得及感谢人家呢，人家就走了。但是我们记住了人家车牌子，我们找一个多月了都找不着。抱歉，我们真不能给你透露个人信息，要不你们正式报案，我们给你查。 那个报案的不是查肇事车辆吗？我这是找恩人。如果我要找不着的话，那我弟弟非跟我玩命不可，是不是？哎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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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查，我给你查。哎，大哥，这车不错。 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看看，这车是您的吗？是我的呀，怎么了？您这车有没有借给别人吗？没有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 啊，不，您别误会，我，对。您看这个人，您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您等会儿，您确定您这车没借给过他？我都说我不认识他了，怎么可能把车借给他呢？ 你们俩干嘛呢？哎，哦，没事，我问一下，刚才开车走那女的，你认识吗？我们老板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，就问吧，没事，谢谢啊。高大上，我希望你跟钱院长保持距离。 是错了，你放心，我就是再没骨气，也不可能靠女人吃饭啊！我到哪都是一样挣钱的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聘用合同书。你看看里边，你看人家这个医院给我的待遇，我敢说，在全省内，这全国再没有比这好的待遇了。 年薪20万，还有手术提成，外加每年必费之10的干股。那你对钱院长还是感情挺深的吗？我都说了，我跟钱院长一点那种意思都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走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钱院长帮了我，收留了我。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，你说我现在要是跳槽走人，太不仗义了吧？ 仅仅用报恩来解释，
你太苍白了吧，小磊，你这样说话，太让人害怕了。真的，我感觉好像看见了依然了似的。你说两个人之间要是没有这段信任，还交往干什么呀？那不交往就不交往，滚，快滚，快滚！ 知道了，小心点，他今天气不顺，逮谁骂谁。院长，你找我有事啊？高大上，我用不着你可怜我。我没可怜你啊。我就不明白了啊，你凭什么不喜欢我呀？我没说不喜欢你。 我是不敢喜欢你啊！不敢？我呸！还跟我装呢！我都这样了，我都快主动投怀送抱了，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呀？啊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？我求你求他声行吧，你让人听见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我是不能喜欢你啊！你千万不要喜欢我，你是不能喜欢我啊！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么做全是因为我要你在医院好好的干活。你好好的把我挣钱，挣越多越好。啊，就你这样的胖跟猪一样，你要跟我一起，我还不愿意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你。哎，你这个人，你怎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只是在利用你，我们是相互利用的关系。我不喜欢被你利用，我朝内要鱼啊。 要不你莫找他来！二位哥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干嘛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明天我搬家。 好端端，你办什么家呀你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俩得罪你了是怎么着？跟你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，生了两个女人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哎，这么好的两个女的争你，你这可有点嘚瑟啊！哎，炫耀幸福没你怎么炫耀的？就是。我嫉妒的都想杀了你。不用你杀我，我现在烦的都嫌你头撞死。我怎么幸福了啊？我们那个前院长是用感情在笼络我，他是想把我当成摇钱树，以为我知不道吗？ 还有那个暴雪里，整个就是个破残子，多大点事上蹿下跳的，让我天天想起依然，这不做噩梦吗？这下好，两人集体逼我，我辞职，我搬家，我走。高大上辞职了，是我们俩共同把他逼走的。我想和你谈谈，去你那儿还是我那儿？ 就这吧，没想到你的情感上遇到了这么大的波折，我想死的心都有，可能是情感上的转移吧。 我喜欢上他了，可是被他拒绝了以后，我又觉得特别没面子，所以我就说了一些伤害他自尊心的话。我们俩已经开始交往了，我很难让自己相信他。我不相信男人，我让他想起了前妻的多疑，他恐惧了，选择了逃避。 对不起啊，是我破坏了你们的关系。不过呢，我现在想通了，我觉着把他当成一个同事、朋友会更好。很不幸，我想了很久，得出了跟你同样的结论。那雨。
不如你来，你帮我挨快翻脸啊！因为呢间医院冇咗佢，真系唔得。嗯，我试下啦，唔该晒。高大夫啊，我就提点小建议啊，我这眼睛就照嘉玲的整，鼻子照志玲的整。 嘴巴照冰冰的整，还我这个……对不起，我必须打断一下。恕我直言，张总，美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拼凑的一个过程，啊，你把刚才你认为好的这个东西啊，都放在一起，不见得好，有可能越整越丑了。反正我就想整一张明星脸，我不差钱。不差钱也不能这么整。你知道，美容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？ 就是整完之后跟没整一样。那我还整的干嘛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整完之后，当然很美，但是看不出任何的人工痕迹，就跟娘胎里带出来的一样。我明白了，高大夫，我这一对一块就交给你了，我就信你了。你把身体交给我，我把字信还给你。哦了，高大夫，那个下班我请你吃饭啊。 全是最好的饭店，你随便挑。不用不用，我的原则是不收红包不吃请。不差这一顿饭，好不好，高大夫？就这么说定了，下班我请您吃饭啊。高大夫，小李，女朋友，还是妻子啊？没事儿，啊，晚上一起吃饭，一起来啊，一起来吃饭啊。 最好的餐厅，你随便挑啊，反正我一起请。够热情的。你别误会啊，人家不是对我热情，是对他自己的脸热情，因为要让我给他做整容，所以才热情一点嘛。不解释，你能抑郁吗？咱们俩找个地儿谈谈吧。要谈就在这儿谈吧。 我在办公室里谈话比较放松，有底气。我跟院长打了包票了，说你能回去。我这张脸皮也交给你了，就看你给不给面了。啊，你这是要逼我啊？我不逼你，我就问一句话：回去吗？同意咱们俩就接着谈，不同意咱们俩就不谈。我转身就走。 我觉得怎么也得给我点时间，我考虑考虑。别废话了 ，Yes or No？No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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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就是在这试着干几天，合同都没签。滚！讨厌！投诉！不好好说话。 哎，你为什么非要劝我回去啊？你是因为赌气走的，其实你更喜欢那个平台，我怕你会后悔，会怪我。我已经后悔了。只要他愿意跪下来求我，我肯定会。 估计他是想找抽。你等着，我拿行李马上给你。高大夫，哎，你怎么坐这儿了？你怎么换医院也不跟我说一声呢？ 我这张脸啊，可就找你坐了。你走哪，我跟哪儿啊？哎，你怎么能叫到这儿来呢？真不容易啊！高大夫，哎，小李啊，这谁呀？小李啊，上个医院的时候，一个病人也没靠谱。高副院长，欢迎你啊！欢迎你。哎，等等，我说。 你是什么人啊？你怎么开我男朋友的车？
我呢是这家医院的院长，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弄错了呀？那台车是我的车，你的车？嗯，这明明就是我男朋友的车啊！你跟我男朋友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说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能看清楚，你男朋友跟他是骗子与被骗人的关系，你们两个人被同一个男人骗了。 就是说，他开着你的车，骗走了我的钱，骗走了30几万，还骗走了我一辆车。没错，他现在是开着你的车，花着他的钱又去骗别的女人，报警吧。报警？这么大个城市，上哪儿找车呀？警察有办法。 这房子是你的吗？哎呦，我哪买得起啊，租的。每天早上一起来，欠人家一屁股债，有时候忙活一个月下来呀，完全是在给房东和员工打工了。<笑>买下来。<笑>洪大哥，你说话真幽默，这种门脸在这个地方怎么着也得……不会超过1亿吧？哦，那倒不至于。买下来。 啊，不是，不是买你，是买这个房子。哦，哦，我们先去商场一趟吧，你这个包包太 low 了，换一个。还行吧，不用了。包包一定要买，包包是女人的第二张脸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这品牌包怎么着也得买下来。 私人侦探这活好干，哎呀，哎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你说这女老板为什么她就不承认，她就认识这骗子？好面子呗，那30万对女老板来说就是点零花钱，她也不至于为这点钱就丢了面子，跟那女院长情况一样。哎，这骗子就愿意找单身大龄女老板下手，然后就使出特别恶俗的招，不停的劝阻。你说这些女老板她也不缺钱，她为什么非得找个土豪呢？ 找你我这样比他穷啊，拿不出手啊！找一土豪比他有钱，这都有面儿，对不对？更何况土豪都想找一比自己嫩的，这俩人一拍即合，都不用勾的，直接就贴上去。艾哥，太想当个土豪了。你这辈子就想想吧啊！哟，小张，小张，两位先生，喝点水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还没点呢，怎么就上了？ 植入的，不要钱。哦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女老板呢？放款去了。嘿，他也傍上款了。人家办上一土豪，他说那叫强强联手。现在女人怎么都这么物质啊？你们男人不物质，我俩倒一点不物质。你娶吗？一刀切中要害。哎，那土豪长什么样？ 我也头一次见，反正是脑袋大脖粗。不是土豪就是富。是不是长这样？呀，咋那么缺德呢？逮谁跟踪谁呢？还真是他，回房间呢。被土豪开车拉走了。去哪儿了？
我不知道，赶紧给他发个信息，别一会儿变成沉默的羔羊了。对，不用发了，不用发了。，还有定位呢，看见没？ 赶紧通知高大上和女院长，我这跟踪的活算是完成了。我还给他发一个，咱边走边说吧，快点！快去啊！啊，好，文文马上赶到。这找着了，这个骗子居然跟汇丰在一起！快上车，找他们去。 回放！警察大哥，你把弄错了，抓错人了。他涉嫌诈骗。涉嫌诈骗？你们搞错了，他是我男朋友，怎么会涉嫌诈骗？的确涉嫌诈骗。不可能！回放！回放！我刚你给他们解释清楚，刚才我去上洗手间，他在这等我，他怎么会是骗子呢？你们，你，我真是骗子，我确实是个骗子。 我就是那种专门骗像你、院长、张老板这样单身女老板的骗子。你这个人太好，我骗着骗着都不好意思骗了。其实刚才我有机会跑，但是我想把这个包包送给你。我可能真是有点喜欢上你了。骗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失手过，也没被抓过。但是今天。 因为喜欢上你了，所以失手了。上车。谢谢你们的帮助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知道我傻，但是他确实没骗我呀。 真是让我们妒忌啊！芳，老天爱傻女人啊！好了，回房啊！最深的孤单啊！ 不是你一个人长久的独处，而是你心里压根就没了梦想的。就算你知道你这辈子注定孤独终老了，你还依然往前走，而且走得倍儿潇洒，活得倍儿滋润，行了，你就不是个凡人了。小贱贱喜欢上陈慧芳了，但就在这时候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。 姐，走半天了，就这儿吧。行，那就这儿吧。我来。
烟酒茶牌带的够齐的，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四宝，待会寄给我。坏了，我忘带了。就要你帮忙做一件事，你都忘了。没有火，这烟他怎么抽啊？回头再买来给他补上。 今天我收到了你遇难的通知，我没个信呐！奇怪，怎么了？没事。 眼泪都流到那儿了。遗体？姐，没事，他在天堂肯定听得到。你先回去吧。慧芳姐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说。 经过你这提醒之后，我也反思了一下，我之前的确有点过分沉迷于网上的虚拟生活了，导致线下的真实生活极其的乏味。你今天怎么了？顿悟了？不是，我想让你看见我的改变啊，比如说我想请你打打高尔夫。高尔夫？我还真没打过哎，在哪打？在我们家呀，我新在网上办一套Win，那个绿地效果特别逼真。Win 是什么东西啊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可以在电视上打体感游戏的一个游戏机。比如说啊，我这手机它是那个游戏手柄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当球杆，啪打出去，特别真实。好像小健，你问一下自己，如果自己不对着一块屏幕，你还能活得下去吗？好像是吧。小健，小健，小健，你没事吧？ 小姐，你醒醒，别吓姐。小姐，你没事就好。小姐，你醒醒，你不能倒下去，小姐了，你快起来呀！小姐，你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呀！让我来看看，张扬一下我们的英雄。哎，没事吧？啊，哎，脸没事啊？ 我听见一个说把我吓得，我以为你这个脸特像了，需要我出手给你使得使得呢。谁说没事啊，高大哥？我手跟脚全破了，可疼了。你小子这一下算是把陈慧芳一举拿下了吧？这绝对是爱情的力量，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很好啊。你们也别这么说，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啊？姐，姐。 别笑了，走这儿。
这事儿就不跟你们说了，含笑。兄弟，我实在是觉得，原来这个英雄背后的事比他背心的是劲儿还厚啊！哪儿是劲儿啊？这完全是事够啊！哎，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慧芳姐啊，我在心目中的形象好不容易才高大上起来。哎呀，就你这个心理素质，我估计啊，你自己说漏嘴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对，不可能这么糗的事大俗为主。哎，建，哎，你跟慧芳现在进展如何呀？缓慢，店里太忙了，也没太多时间在这儿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整，你就得往要死要活上弄，明白吗？怎么弄啊？你教我呀。待会儿教你啊。你好好。哎，开门去啊！那你。 你们两个聋了没？忙着呢。哎，你去开吧。多大这一个还玩这个？玩不上次就说你了。来了，行啊。慧芳来了，马上啊！等一下，慧芳。哎，来了。啊！怎么了？小姐。哎，小姐，干嘛？这门一等就摔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来，高总，高总。 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小心点手，小心点手！哎呀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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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咔嚓，我就摔地上了，水就喷脸上了，汗就流下来了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逞什么强？你拿水，你喊我一声，或者喊刚子哥是吧？你看这伤，你就得好好养着。以后这样，我白天在这照顾他，你俩一人一天，晚上看着他点儿，不然这生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是是是是是。我买了猪蹄儿，我这就给你炖汤喝啊。 洗个手，你俩看着他们。好，没事，你洗手吧。你就不嚼嚼后吧你，多好的这儿！哎，搁这儿给你打个样，以后知道怎么干了。学会了，炒酱死火上了。哎呦，香！好香啊，姐，熬的什么汤？猪蹄儿汤。猪蹄儿汤。 你上哪儿了？脚啊。对呀，生甜不甜嘛。你还挺幽默的，姐。哎，汤熬好了，趁热喝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哪疼啊？这两天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，我心里也越来越恐惧。我在想。 我还有好多愿望没实现呢，等我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呸呸呸！不许说这种傻话。我真的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，我就去捐骨髓、捐眼角。离那天还远着呢，你跟我把你身上这些零部件都说说好。这是我写的一份清单，上面都是我想实现的愿望，就是那种。 如果我明天就死了，我今天最想做的事儿，比如说参加一次政治舞会。就这愿望啊，姐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。这愿望姐就能帮你实现。真的？啊？还有呢，和巩固力的劳拉共进晚餐，去南极看企鹅。行了，一条一条来。 你真好，傻样，快把汤喝了啊！趁热喝，准备上擂。
来了。备上来 ，Mr. Jane，I'm sorry， 我来晚了。不晚，劳拉。Jane， 我没带房卡，把你房卡给我用一下呗。哎呀，不，我是不是来早了？别，继续。给回家休息了，你送他回家休息吧。啊，那行，我来。哎。我收拾下，马上出来啊！啊，行，等你啊。走，哎，真险，刚要上来就被你拉下来，我哪知道我那么准时？哎，我说妈，没事，赶快点。我行。哎，郝建，玩开心了吧？好，赶紧回去睡觉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怎么了，慧芳？刚才那个人好像肖薇啊。肖薇谁？就是我那个死鬼老公。慧芳姐，你别吓我啊！大半夜的，他在外面瞎溜达什么呢？我吓的就是你！哎呀，幼稚！我要胆小鬼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那你也早点睡觉吧啊！拜拜。我都睡着了，我梦见他又来了，我一下就吓醒了，一身汗，我这一晚上再也没有睡着过。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，就算有鬼也是你那死鬼老公，你怕什么呀？换你也害怕呀？我不管，我要在你这儿住几天。No power， 我现在要去上班了。你是在我这儿补一觉呢，还是我现在送你去酒吧？我不要去酒吧，特别害怕，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一样。该来的躲也躲不掉。哎，要不你上对门找个保镖去了。我走了，拜拜。